下面请您继续欣赏相声，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有人问我累不累，你真是累肯定累，一想挣钱也就不累了。嗨，大实话。那是啊，你这种地不也得累吗？待着不也得吃饭吗？啊，刚才是高峰，对，高老师啊，这一晚上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好几趟。说相声没个好体格肯定是不行的。那是，其实我们得谢谢观众朋友们。哦，这一路走来，于老师后台这孩子们都不容易。哎，大家伙都不容易。我们认识时候才十几岁，是这一晃都这岁数了，多令人很感慨啊。当然主要得谢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这是对的，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了、啊、谢谢各位。今天晚上德云社在十个城市同时跨年演出，好家伙，我们派出去好几十对相声演员。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都是您各位捧我们。对啊，这个添了摆设了，有两块大屏幕，这干得更真儿。哎，他们说这个可以跟他们连线，都瞧瞧他们什么样儿。哦，好不好？咱这样啊，嗯，圈大人薄，得看得瞧，也不能让你们白看。我一会儿啊，给你们一个二维码。哎，这嗨，咱们试一下，因为这个技术不归我控制啊。哦哦，咱们先看看岳云鹏好不好？岳云鹏应该是在武汉吧，小岳、小岳、岳云鹏、岳云鹏、孙岳、孙岳，没事你们打手势也成、您比划比划。哎哎，这句听见了啊，这句听见了啊。对啊，我们这技术人员在调试呢啊。对，等他们调戏完了就行、Oh, 调戏完不是调戏完，对、不是调戏完啊，调戏完再调戏吧。哎，你们在哪儿呢？我们在武汉，师傅。武汉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我听说了啊，吃热干面了吗？吃了。哦，你们那现场不热闹，是不是观众没来啊？啊，好，替我谢谢，替我谢谢武汉的父老乡亲。我前几个月刚去。哎，在那儿唱着戏，在那儿说着相声，对啊，在那儿吃着牛肉面、啊，挺好的啊。孙越，哎，对，这是孙越吗？啊，听着声像，是不是瘦了？小越，你旁边站的是个什么？是一个孙老师。今天晚上演了几个呀？我们演了三个，目前是第四个，一直在演。助演的都有谁啊？演了四个。助演的有谢金、李鹤东、张鹤晴、刘哲、刘春山、冯毅凯、冯毅凯。您的这是谁呀、啊？烧饼 啊！这是我们的阵容。您的阵容是什么？老师，我们的阵容不值一提，有我大儿子郭麒麟，还有呢，师傅，还有我二那边。还有高峰、栾云平，哇！还有烧饼、曹鹤阳、杨九郎、何九华，都是小朋友啊！比不了你们。这么看来，这么看来，您的阵容是最棒的。那是我花多少钱了？那是啊！你们的阵容也很了不起。你比如都谁来着？嗨，没记住啊，没事，我有孙越就够了。最棒的。哎，对，有孙越就够了。您客气，您客气吧。有孙越，大伙儿就够了，就够了哈。是够了，是腻了。真好，真好啊。好，我们再看看下一家。等会儿啊。好嘞，辛苦，辛苦，辛苦了，辛苦啊。哎，好，谢谢。下一家呢？我看看那个狗在哪儿了。哦，说张九南的。哦，这不是，这是吗？是周九良吧？这是。狗张九南。哦，这是。哎，师傅，师傅，哎，听见了吗？你？听听我们观众的呼声。哎呦，你们在哪儿呢？对，非常的热闹。有，哎，这是接到孟哥了是吧？哦，小孟，
孟鹤堂，哎，师傅，你在哪儿呢？我白喊了。你在哪儿？我们在杭州。哪儿？杭州。杭州。他刚才是说了个湖北省吗？我也反正就跟杭州。小孟，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城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是在那儿是吧？一湖啊。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我们再看看岳云鹏吧，好吧？哎呀，嗨，这就看腻了。你们那儿今天晚上助演的都有谁啊？我们助演的阵容不值一提。哎，说来听听，让我们笑话一下也好嘛。因为我大儿子今天来了。行行行。哦，周麒麟在呢。姓什么都叫麒麟呐 啊！您这是刺字了，这是。我们有那个高玉凯、王善友、刘九如、孙九香、然后樊小棠、张小帅。好、不行，跟咱差远了。哎、对，就是没有郭麒麟，是不是？就没有郭麒麟。我好感慨，我得告诉那个北京啊、南京啊、东北啊、天津的德云社小剧场的工作人员，嗯、今天晚上注意防盗啊，因为人都出去了啊，家里偷东西偷一准儿啊。替我们问候一下杭州的父老乡亲们啊，让他们等着我，我得去啊。嗯，好的。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啊！好，好，我们看看下一个地方。辛苦辛苦辛苦你们。接下来是哪儿？巡视那意思。哎，合肥吧。合肥谁呀、啊？张鹤伦呐。哦，张鹤伦。伦郎。张鹤伦、郎鹤炎在合肥吗？他们那儿怎么后边就是大屏啊？啊，人家花钱了呗。嗯。啊，人家有钱、哦、我还以为他们那个背板怎么是黑的呢啊，不是不是啊，嗯，别那么些闲的声音还没啊，声音还没切过去。贺伦，贺伦，哎，师傅，哦，这个我是刚刚在合肥跟张鹤伦他们分手啊，对 对, 对，因为我在那儿唱戏演了一天相声、哦、他们是先在安徽的安庆，然后转天就是合肥，是今天啊，今天你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因为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张鹤伦老说他们家的毛葱冻白菜好，他从前年就说每年给我寄，到现在连毛葱的毛都没见着过。他今天给我发微信说一定，他说一定会收到的啊，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吗？是是是，这毛葱最近有点掉毛，是吧？好的，马上就到，您放心，你以后就留在合肥，你不用回来了啊。嗯，郎鹤炎。郎鹤炎，我说那我能回去吗？我要回去。你得回来，你得回来给我种毛葱来。嗯，好嘞，师傅。哎，行嘞，替我问候合肥的父老乡亲啊，让他们带你到肥东啊去扯老母子啊。嗯，好，我们一块儿祝师傅和于大爷新年快乐。就这两句词还说不齐，谢谢，你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早生三胎。好，可以了。嗯。回家种毛葱去吧，去吧，嗯嗯，来下一站，谢谢师傅，好，谢谢，下一站看看是哪儿？这是谁呀？九零九零，张九零吗？上海那去，别着急，我们这怎么转？怎么出了马赛克了？你们要想遮掩什么？爷爷，哎，是在西安的吗？爷爷。这出了外星人了，这爷爷，来转过来，爷爷，我是葫芦娃里边的爷爷，你看了吗？嗯，你们就可以说正经事了，不用老叫这俩字儿啊。对，愿意叫也行啊。爷爷，我在西安。哦，小菊是吧？小菊啊。对。哎呦，是小字儿。爷爷。哎哎。对。哎，你们都在西安的是吧？都在家里啊，吃面条了吗？没有。哟，西安面条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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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啊，吃了。都谁去的？都谁去的西安呢？哦，没有。小菊、啊、小婷、小贝、九泰、小龙、孙子昭、孙子，别骂街啊。孙子昭是孙悦老师的徒弟，对啊，名字叫孙子昭。哎，是我大爷。啊，他要叫儿子昭，可能就长一辈了。这样，
嗯，好好演啊，听见了吗？得力，得力。问西安的父老乡亲们好，因为我是西安人，我给家乡的人们拜个年啊，这也是过年啊。于老师陕西的祖籍，对，我祖籍小的时候从西安卖到这边来的。哎，对，也是想不到的事情。嗯嗯，那现在卖还得贵，现在对涨价儿，那会儿价儿上不去。替我们问候陕西父老，让他们等着我啊。嗯嗯，好嘞，谢谢。好嘞，恨啊。好嘞，恨啊。行，好，看看下一波。哦，辛苦爷爷，辛苦爷爷。好嘞，葛师傅，好好，陆爷。啊，行了，嗯，没问你奶奶这个，老喊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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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好，我们切到下一站啊。大哥，我下来是谁啊？下来有一个歌手，这是哪个歌厅啊？这是，嗯，本来德云社我不认识这么些人，哎，多热，这回全认识。师傅，谁呀？师傅，我们爱你。师傅是狗，这是谁呀？谁呀？师傅是狗，哎，不是，不是，不是狗吧？这是师傅是我呀，张九南，狗子，张九南啊，张九南，高九成，你们今天晚上在温州对吗？我们在温州，师傅在温州是吧？温州，嘿，别哭，有事说。哎，太难过了。温州的观众朋友们啊，都很开心能见到您呀，师傅。哎，这他们还没见到我呢，不看了一晚上狗了吗？啊，师傅，哎，今天我有很多话想跟您说。没有时间了，师傅，你不用说，我没有什么想听的。嗯嗯嗯，师傅您怎么了，孩子？占用您简单的，我爱您，师傅。你等会儿，你是又上热搜了吗？没有哈，别老接人短儿，行不行？哦，好，这是他的长处。哎，我爱您，我祝您身体健康，哎，万事如意。我师傅，哎呦，行了，电话费挺贵的，挺贵了，行了，哎，啊，高九成，你照顾他啊啊。那放心吧，师傅，他会康复的。那行，那行，有事儿托梦啊。好家伙，好了，大爷，哎，我们一块儿祝师傅大爷新年快乐。哎，这还掐了，让人就这一句还不让说了。哎呦，到了，来，哎呦呦，我的儿，你在哪儿了啊？师傅，哎呦，这是谁呀？这是张九龄，王九龙。哦，龙龙，是在济南是吧？我们还开着。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师傅啊，这个。我用你说啊。他是不是刚才没承认？师傅大爷，过年好。哎，过年好啊！你们在济南是吧？哦，在济南，是吧？啊，我都没看见。这儿的观众特别盼着您来啊！哎呦哎呦呦！刚才我们班场聊天的时候就问了，哎，说这个啊，对，德云社啊，嗯，是什么？送一杯子，奖杯？不是，这什么呀？啊，我们这侧面实在看不清楚，你瞧不真正。那是我外甥吗？啊，对，这是您外甥啊，看着牙像啊牙，您这没个老尖的样啊，啊啊。牙是挺像，我涂这大白牙啊，好演吗？济南特别热情，而且这个2500人剧场可以说到现在都没有走的呢，师傅。哎呦，因为我先不开门，一定先不要打开门，知道吗？不要打，再忍一会儿啊，然后你们先跑，再让他们走，要不然会堵着走不了了就啊。哎啊，师傅，我们台上演员给您和北展的观众全国各地方拜个年吧。好嘞，大家新年快乐。好嘞，谢谢孩子们，谢谢谢谢谢谢，想着吃把子肉。咱们可以把镜头缩一下，缩一下。好极了，来，我们看看下一站。啊，没了，没了，没了，来，哎，把这这么没话聊吗？啊，这是哪儿啊？怎么还穿旗袍的？谁呀？九方啊？上九溪是吧？还得有吧？上九溪。是九溪吗？我们这侧面。哎，师傅，能听见吗？九溪，哎，哦，啊，九溪，九溪，哎呦呵，他们那儿听没声音，听不太清楚。你们是在宁波，上九溪在宁波啊，宁波宁，这是我们的两个哑剧演员。宁波的，嗯，我在宁波啊，好，看出来了，很激动，很激动啊，嗯嗯，挺好，俩人恢复的不错啊。师傅，您能听见吗？能听见，能听见，上九溪呀，啊，得嘞，得嘞。啊啊，师傅，好嘞！你们那儿今儿怎么样？热闹吗？热闹呀！又太热闹了，你看见了吗？已经不能用普通话交谈了啊，嗓子喊劈了，这是啊！助演都有谁呀？
出演的有九福，哦，有九春日，哦，斌哥啊，都上来吧，都上来吧，啊啊，上来吧，啊，张潇霆、李九春、李霄红都在这儿呢，嗯，啊，好，红的绿的，你看多切呀，啊，吴龙香，看那垮死我了，这几个，嗯，行嘞，好家伙，啊，急了啊，好好演啊，嗯。给现场观众朋友们问好，最后宁波府老乡亲啊，嗯，让他们攒钱，明年我去。哎，师傅，我怎么跟您说新年快乐？哎，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孩子们啊，你们辛苦了，回来上家吃饭来啊，赶紧回来，郭麒麟回来了，找他喝酒来啊，嗯，哦，啊，行了，好，下一站，好，哦。师傅，哎哎，师傅，三哥，师傅好，孔三啊，是孔三吗？嗯，哎，姐，哎哎哎，啊，张九空，来，哎，师傅，哎，好，你们在哪儿呢？师傅，我们在这儿已经看了半天的电影了，将近十分钟，我们都没敢说话。你们在哪里啊？我们在无锡。哦，在无锡啊，无锡啊，无锡是个好地方。吃排骨了吗？师傅，我们让您感受一下无锡的快乐和幸福。好，三二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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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迪厅，新年，哎呦，新年，哎呦，无锡有这么大的传销组织呢，哎，无锡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期待您，我知道我知道啊，那个你跟他们说啊，我跟你大爷问他们好啊，是是是，争取明年咱们都去一趟转一转，你们那儿驻演都有谁啊？我们这儿的助演有郑好老师，哦，杨景明老师。等一下，还有郑好是跟那个黑粉打架那个人吗？嗨，他说今年咱们这儿杀出来的一匹黑驴啊，他怎么就红了？大网红，这不是黑驴吗？哪说理去这是啊？还有谁啊？郑老师往这边入画，都过来，都过来。哎，你进明大爷在了吧？还有啊，进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还有石老师，石爱东，石老师。哎呦呦。好家伙，这点老先生都跟你们去了 啊！还有那个我徒弟王小格啊，哦，王小格可是您孙子啊，有意思的人。董九涵，嗯，还有李云天，哎呦嚯，阿根也在呢啊，嗯，板王都在，嗯嗯，好，各位辛苦了啊，各位辛苦，好嘞好嘞，替我大家伙都祝您新年快乐，啊，您刚才听见了吗？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还以为上九戏喊的呢，嗯。就是没听见，听混了，就是没听见啊！好嘞，各位辛苦了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孔三儿，你回来上家来一趟啊！嗯，好，好嘞，好的，好的，自己来就行了啊！嗯嗯，对，别耽误节吃饭，师傅得带着我，师傅是吧？无锡的观众朋友们，那个问您好，哎呦呦，替我问候，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啊！是不是无锡的观众都走了？没有听到喊啊？这是欺负北展没人啊，咱们来一回吧。哎，我跟你说沾起哄我们一门灵，这还压着呢啊，谢谢，哎呦好家伙，好家伙，都带着这个荧光棒啊，小荧光棒子，嗯，真棒真棒，嗯，好嘞，谢谢谢谢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我们再看下一站，咱们有点太欺负人了，来，好，来了，这是哪儿？银川吧？是银川吗？你有救我的？谁呀？看没看不清楚，我这一个侧面。你看不见了吗？这是外星人呢，这都是。说说名字，看不见脸。行，就算是你们。师傅，师傅，哎，对，你们好。上那儿也看不见，这是咱的人吗？别切错了。看这，看这，北京方向现在听得见这边的声音吗？哎，请说出你们的名字来。哦，是我们这一站是吧？啊，哦，是我们吗？师傅，哎，我们是德云三宝 A 组冯兆阳。哦，冯兆阳，于老师的徒弟。谢鹤伦，哎呦呵，刘鹤春，关鹤白。哦，好好，有朱鹤松吗？有，这里呢。朱鹤松有没有给大家唱天津快板啊？嗨，没有。哎，哦，好好，这一下打。师傅，快点快板。啊，
这怎么马上就唱？我唱您写的同仁堂呢，师傅。好孩子啊，好孩子啊，你不提我的名字就好啊。他们是在哪儿？在银川吗？在银川。对，在银川。告诉你们，还有一分钟，马上咱们就新年了啊！哪有？办点啊！哎，大伙儿一块儿，咱们得准备啊！都带着表了吧？哎，拿出手表来，最后连看着手机，大伙儿到点一块儿啊！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能够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新年快乐，各位！新年快乐！过年了，谢谢谢谢朋友们！好，全国各地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新年快乐！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德云社感谢我们的衣食父母，谢谢朋友们的支持，谢谢！把这摊位关掉，关掉，放音乐，关掉了。你听听，刚才这是最后一个了吗？对，哎呦，小朋友，就这十秒钟不够他们说的。谢谢孩子啊，真好，嗯，真可爱。刚才这场是最后，刚才最后一场是银川，就是银川，哎，是银川最后一场，是德云三宝吧？应该是 A 组的，三宝的 A 组应该是啊。刚才小朋友还给咱们送礼物来了，谢谢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礼物？哎嗨。不是我说，一个小朋友都知道送礼物，这些个成年人，你们挣着工资拿着奖金啊！哎，他把我水拿走了！谢谢谢谢啊！这个哎，扫码啊，这一说一乐的事儿。您买票来了，哪怕您不花钱，坐在这儿站脚助威都是我们的朋友。哎呦，你看这孩子，哎呦，拿了一瓶水，哎呦，太感动！你是不是喝不了了？谢谢啊，我们依次再介绍一下今天台上的演员啊。嗯，那么从这边开始，这头一个啊，我的爱徒栾云平啊。第二个，这都认识啊，我大儿子郭麒麟。嗯，这是我的儿徒烧饼。这都是我徒弟啊，曹鹤阳，著名的何九华啊，杨九郎。高峰高老板，少侯爷侯震，于谦老师。这个一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有一个小返场啊。演员们有说的，有唱的，有跳的。这个环节是两个极端，一个是肯定是观众最喜欢，另一个呢也是最容易被人挑毛病的。唱个歌啊，跳个舞，然后就会有人拍下来，然后发在微博啊、公众平台，还得圈我。你看看，这是相声吗？嗯，我觉得今年的黑粉不如去年的质量高，不重要啊。其实呢，大伙儿开心就行啊。演员都在这儿，您各位说吧，喜欢看谁，我们请他们演个小节目，好不好？哦哦好，哦好啊，侯震啊好。啊啊啊！你看喜欢谁都有啊！来，大林，快来儿子。嗯，大伙儿很喜欢你。嘿，啊，那我必须那个，他出去拍戏去，还挺远。是。啊？没听明白这句。这都是谁许给你们？这都是。他说的什么？他说的是。一个小舞蹈，好，别着急啊，别着急，那一会儿于老师给你们表演，跟这正酝酿呢。这个这一拍戏啊，这个出去有俩仨月，是这个俩仨月呢，这个还挺远，在潮汕地区。对，前些日子呢，跟于老师我们在深圳那儿演话剧，没错。哎，然后发微信说是不是离得近呢？一问我儿子，好家伙，到那儿还得俩来钟头。本来想去看来啊，我是说过去探班，但结果也没摘出功夫来，那得了。结果本来其实今儿这演出还真是原计划的是没有郭麒麟，啊，就是因为跨年时间得长，得演够点儿。后来他妈给他发微信，你得回来救场来啊！郭麒麟就跑回来了。这出来组里不扣钱吧？那本来也没给，可能。哦，那行嘞，他要是不给你也不用回去了啊。主要我不知道您还有这个大屏幕这一招，你知道吗？没想到是吧？要有，其实八点就开始放就挺好的，就省得说相声了啊。行。是，大伙儿这么喜欢大林啊，你给他们演个什么小节目吗？我得唱一唱了。哎呦呵，我的儿还唱太平歌词吗？演员那个不老露脸的那个是吧？满洲话也不学了。不要了，清清嗓子吧，随便来一个。说天亲，儿子，我唱完他们也不唱。对，过两天啊，这个德云社倒给你之后，你再唱。我啊，
不用这么着急，早晚是你的啊。不能。那我来什么呀，爸爸？你会什么呀，儿子？哎呦，会可太多了啊！又来了，又来了啊！我这没有一问这个，我就习惯性的接这句啊、哦、嗯，那我再唱一《赵花台》吧。可以，来吧，来，哎、嗯，太棒了啊！哎呦，太多年没唱了、啊。来来来，嗯，没事。一呀嘛更儿里呀，月影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他说晚把色儿来要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爱，但愿得鸾凤早早配火仙，坐灯也不来，有了灯也不来，堂姐愿望苍天是止不住的好伤怀，美人哎秋香害勾了魂的女裙钗，哎哎哎哎哎，我儿子唱的最好啊，嗯，行了，来烧饼过来，好，你唱的好啊，来，嗯，你唱完哎哎啊不行啊不行啊，不能唱一样的、哦、你得来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特别容易让人哎录完了发给我还得问我这是相声吗，来那哦您说那个那个咱可擅长，有的是吧，发财，哎呀呀呀、哦、不爱听这个，妈这个人家说了一年，你换一新鲜花样，大伙儿都新鲜，我换一个正正经经的传统用 来一个评戏，这么着骂他们有原则。嗯，来吧，来一个、嗯、是孙富吧，要现想啊就别唱了，是小气，来有我呢，儿子来，有孙富聂代代独守灯光，心思思一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还是发大财吧，压到了去，哎好，要附体儿，你看见了啊，栾云平，这个场合站这儿鞠个躬也是好的啊！我就差一句，我谢谢您吧，我谢谢您吧，谢谢您吧！啊，真的，我代表我父母吧，给大家拜个年。这有点太周到了啊，太周到了啊！小四来，师傅别说，先要恭喜曹鹤阳啊、哎！前些日子喜得爱女啊！哎，对对对，好事，谢谢、嗯、谢谢大家，谢谢、嗯、啊！是，咱得追上，要是确实他们家家都俩，我每年我都赔钱。我说、哎、必须得追上。今天真准备了，真的呀。因为今天是跨年，非常喜庆的日子，所以我每次一个人不知道演什么，但是今天我们三个人一块给大家表演一个。哎呦，那得多烂呐！来，行吗？正好接这道具啊，准备吧，咱开始啊，给大家表演一个耍狮子，咚咚隆咚擦，咚咚隆咚擦。耍鱼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们这不叫耍狮子，这叫耍大爷呢。这是啊，希望我们这个三个演员呢，新年新气象，早日调整心态啊。嗯，你们这就算演完一个了。高老板，您来吧啊，来一个吧。咱们开始吧，咚不隆咚锵，咚不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好、哦，来这儿呢，给大伙带点好来。2700多位亲爱的朋友，2024年已经来到了，祝愿大家新年快乐，永远健康快乐。就是这么干蒙利中脆啊！来来来，往前站，往前站啊！新年新气象，真快哈！2024年了，2023年是很忙碌的一年。啊，这儿演那儿演，当然说相声就得在台上好好干活啊！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这到新年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忙做节目、拍戏呀、啊，各处演说相声、唱戏呀、啊，国内国外。也希望各位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咱们唱几句大戏腔好不好？好。次日清晨，辞别老高明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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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案人等我上了伯
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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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呐、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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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仙女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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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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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鞭鞭打马够奔东京啊，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请您欣赏说学逗唱，表演者郭麒麟、郭德纲。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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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和鼓励啊！嗯，哎，行了，可以，行，谢谢谢谢。我说怪不好意思的啊。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这个大伙儿也没听我说成什么样，就这么支持我啊？没事儿、啊，是吧？都不是外人，确实也是。刚才两位呢，都是郭老师的高徒，俩徒弟。哎，杨九郎和何九华。是的。哎呀，说的挺好的。嗯，哪儿好？得问问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只能说观众的素质高，嗯，确实，确实，确实，嗯，嘿，您看看，给你们加上去了，那是，这个，这都是积德的观众，确实也是，啊，嗯、确实也是挺好的，因为这哥俩呀，啊，都是捧哏演员，对，都站桌子里头、哎，对对对，可能他们平时也没有这种机会，嗯，哎，难免的兴奋了一点，头回挣钱，哎，也是非常幸运的，嗯。对对对，而且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幸运的啊，因为他们逗哏演员都不在家，是啊，而我呢捧哏演员不在家啊，对，我的搭档阎鹤祥现在应该已经在巴西的某一个地方欢度元旦了，对啊，咱也不知道骑着大摩托去的啊，对对对啊，所以呢今天我跟我父亲共同表演，哎啊，但说实在话呀，这个自己上了台呀，心里直打鼓。不至于啊，儿子，特别的不好意思。怎么呢？九叔战阵啊啊，阔别舞台很久了。嗯，净拍戏去了。是是是是，嗯、对，您不爱拍嘛，是吧？啊、我就替你。我倒爱拍，嗯，他们说我拍的不好啊。对，所以呢，这回回来说相声，哎呀，一说跟我爸在一块演啊，难坏了。不至于，不知道挑什么节目，怎么都好。哎，真的，嗯、你看我们传统相声很多，你说那个。伦理哏的作品那不能说，我跟我爸怎么伦理哏？对，他们会乐出声来的。这我也很奇怪呀、啊，是吧？我一拍胸脯，我是我爷爷，这有意思吗？这，你把这个词儿留着跟于谦老师演去，对吧？你这个就没什么意思。对、啊，我自己说出来也不高兴。对啊，所以呢，你好多你还打算高兴呢？说这，不是，这好多人都以为我说这我能高兴呢，是吧？他是没干这个，嗯，确实也是啊，嗯，好多，你看我本来我说要不跟我爸唱一个啊，也好啊，也好，那前面人家那个郭老师自己演的《闹公堂》，哦，我唱来着，人都唱出花来了，哎呦，我这就别跟这儿丢人现眼，你告我一声，我就不唱，我给你留着，嗨，这我也没想到嘛，是吧？啊，好多节目咱都不知道怎么演，嗯，要么就是那个我们传统的倒口活啊，说方言的啊，上来说一方言，嗯，但是今年跟郭老师表演的时候已经说过一回了，哎，那个节目叫找堂会啊，哎，年初的时候演过，哎，我不能每回一看见我爸都在这里头演出呢，你看。
不能放你出去拍戏，回来不会说普通话了。就是的，对呀、啊，我不能总是以这种身份和郭老师在一起，观众也会看腻的。哎，对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跟我爸在一块儿，其实说什么都好。哦，哎，因为呢，我这相声也不是跟郭老师学的啊、哦，不是跟我学的。哎，我有师傅啊。哦，于谦老师。哎，于谦老师，我教的于谦老师。啊好，那您是我师爷，还是伦理哏，一点意思都没有。那确实也是，这个于老师教我说相声，对啊，教的我四门功课嘛，哎，吃喝抽烫，哎，这完了，这好不了了，儿子，你不能上他们家去了啊！这个我还是比较深得真传的，非得学坏了不可。深得真传，我这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对对对对对，但跟您也学嘛，啊，那是啊，相声演员都是这四门基本功课。嗯，说上来都得说，嗯，您看于老师啊，嗯，他是在舞台上说的机会不多，他捧哏的吗？哎，您话少，嗯啊，当然刚才俩捧哏话也不少，这个那俩也是个个案，可的啊。但其实您看往这一站，都能演一个独立的作品，嗯，其实于老师也可以，嗯，学也没问题啊，那当然啊，是不是学？我跟您平时耳濡目染也不少学，在家里就学了啊，逗，嗯，于老师还不逗吗？哟，太逗了。啊，好，于老师，那逗得不行了。嗯，您是怎么要说俩于老师小笑话？别去了，吓我一跳啊！于老师说学逗唱，唱也行啊。啊，他能唱，能唱，能唱。太平歌词，哎，对对对对，对不对？于老师唱的好着呢。嗯，平时是不怎么露。哎哎，这都是单独传给我的。什么呀？您知道吗？我是得到于老师真传的。你等会儿，儿子。哎，这个打小在家里边。天天的看着我说相声，师哥们说相声，你大部分时间是跟家学的呀。说相声的啊，三辈儿的跟两辈儿不一样。哎，三辈儿叫世家，两辈儿的叫门里出身，家传。你这就叫门里出身，咱家是干这个的。嗯，这怎么还唱还是跟于老师学的？您看这么说，他哪有时间唱？他不一直喝酒吗？他喝多了唱啊。我们俩边喝边唱，他不都有个口子边吗？是不是他在家跟你唱过分和完没有啊？也学过，有时候他还在台上唱的，就在这个台上唱的啊，我印象很深。哎，喝完了就爱唱，那是那是那是。我跟你说，为什么现在让我上台跟您说一会儿？为什么呀？后台正喝着呢，啊，正吐着呢，是吧？对对对，你们再等一会儿啊，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杨九郎他们俩还上来。看你们忍得了忍不了，观众都吐了，救活救活就到明年年底了。嗯嗯。跨年是跨一整个年啊，对，把24年整个跨过去啊，啊，所以这个于老师这个唱啊，他是一直没跟您露。这个这是我没想到，知道吗？他都跟我儿子，你来之前喝酒了吗？我没喝，我上台之前能带酒吗？这很奇怪，他没我都没听过他唱，他还能教你唱？能啊，唱得好着呢，而且还嘱咐我了，说千万别出去随便唱去，尤其怕让您听见。你知道吗？这为什么瞒着我呢？怕让您学了去啊。我学他那玩意儿干嘛呀？不是，那他那您不会呀。我们会那基本都是孤本。哦呦，这你看他藏奸了哈。哎，他都是自己在家里头。哎，我们俩平时喝完了，他呱呱给我一唱。他还得呱呱给你一唱。就是喝完他是个蛤蟆呀。他喝完了他就高兴，呱呱表示非顶呱呱。哦，这个没想到啊，老顶呱！哦，我竟无言以对。哎，对对对，嗯嗯，呱呱一唱，嗯，哎，我一听，给我师傅又拍一黄瓜，你知道吗？哦，那是呱呱一拍呀、啊，不是我的啪啪，是鼓掌。哦，鼓掌的意思。哎，啊、对，我给他鼓掌，他唱的好听。嗯 嗯，你知道吗？那些还特意嘱咐说别让您知道，说这哎让您知道是怕您又学会了、哦，就现在这技艺又精进了又容易。你看看他保守啊，对对对，想到的事情啊啊，而且真的打小是为训练我。哦，你知道吗？小时候，你看为什么要一子而教？我不跟郭老师这儿学，嗯，舍不得。那是舍得管自个儿孩子吗？对，所以他那个儿子我也舍不得。那也是您自个儿孩子，您说清楚，咱家到底哥几个？我都接受啊，都接受。你要瞎说，黑粉们又该编故事了。郭麒麟都承认了啊。好孩子啊，对，你就要去的话，到他们家对你师娘好一点儿啊。就我师父一直蒙在鼓里啊。对对对，你就让他喝酒就行了啊，别的不重要。他就呱呱了，那错不了。那就呱呱了。
什么呀？这都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到这儿来的。把实话都吐了出来。他教的你？他教的我。说就不能告诉您。别告诉我。哎，而且呢，对我来说，其实啊，这个严师出高徒。哦。当然，我不一定是高徒啊，但我师傅肯定是严师。哦，他有严师、啊。哎，对。他反应慢呗。对对对，有延迟啊，有延迟。对对对，我师傅是怎么着呢？对我下得了狠心。哦，他对我儿子下了狠心。那可不，我当时就为学这太平歌词啊，我在太平间待了6年。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儿回来吧，别上他那儿去了啊。啊，我准备了个太平间啊，我就在那儿天天学，就为学这太平歌词。小太平歌词还费这么大的劲？那可不好着呢。我告诉你，我。这样，我其实今天我都说多了啊，我就说多，我都违背了我。你不算多，你看杨九郎俩人说多半天，我好几次都要上来了，你知道吗？是是，啊，我正磨刀呢，他俩说完了啊，也怕观众磨刀呢。那可不呗、啊，怕误伤了。对，所以说呀，怎么样？好，我们现在非常迅速、啊。那错不了，也不能太迅速啊。你好容易回来了啊。行，好容易，没事，一会儿不行，我再跟他再来一个。好，行了。我这大过年的回家糊弄糊弄老头儿，你说谁过年回家不糊弄老头儿啊？你说这是我儿子太孝顺了，爸爸准备给你买一牙刷啊，要不然黑粉都说你连牙刷都没有。是，主要我不爱刷的呢。那是牙刷给你，你把那三套房给我退回来啊。都在我师傅那儿改太平间了。对你师娘好点。怎么又绕回来了？对。我们照着词儿说吧，儿子。咱没词儿啊，爸爸。嗯啊，我们这节目其实叫《师娘传奇》。哎呀，太好了。哎，可歌可泣的。这个咱又说到哪儿了？他教你太平歌词。对，我老忘。其实就这一件事儿，怎么还是秘本的？对，别人不会的。秘本，孤本，孤本的。哎，又孤又秘。然后呢，我们所以说呢，我这个太平歌词轻易不能外露。我还不能拿出来。轻易不能外露。但是考虑到您是我的亲父亲，那错不了。对，这个词儿听着像个跨年的味道了，亲父亲。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今天可以展示。哦呦嚯，展示。哦，展示，真的，这个看见了吗，儿子？两边还两块大屏幕。哎呦，今天晚上德云社在10个城市同时跨年啊！嚯，待会儿让他们也听听我儿子这个独家秘本的太平歌词。我的妈，这不就外泄了？这就那怕什么的了啊？没事，回来咱们还能设计新的呢。哦，行。那听听我这个，嗯，但我这个唱出来，您也别吃惊哦，估计您也没听过，啊，估计您也没听过，我还得找黑粉骂你，快，你要说别的哈，我不会，你说这个高科技呀、啊，讲个英语我不懂，太平歌词那没有太高深的技术啊，咱不能说是德云社唱火的吧，最起码在传统曲艺史上有咱们一比呀、啊，对于太平歌词的传播，眼前的我都知道。你师父他能喝多少酒是吧？啊？哦，他喝多了才创作出来的，是怎么着？不是，他教你那个，他说的是外人不会的，不会都不会啊！全世界会的人寥寥无几，寥寥无几、哦。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啊！哎，您听完了准保呱呱，我告诉您。好、哦，哎，呱呱啊！哎，呱呱，哎，好不好？嗯，我把我那个带着我那个乐器拿出来。哦，乐器呢？特意带了乐器。因为一般这个太平歌词，我们传统是用交响乐伴奏的，哎，交响乐伴奏的那个。你准是喝完酒来的，有交响乐谁还说相声？对，嗨，啊，我们那个编钟啊，管风琴什么的那个太大了，好还得编钟。说相声有编钟，他们早卖了，都给人买，好不容易挖出来，咱就别卖了。就是啊，啊，还得拿那钱喝酒去，他们。对，所以我就把那个最简单的那一个乐器拿过来了。哦，哎。看见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吧？哎呦，这东西叫玉子呀！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玉子啊！哎，传说中的玉子，这东西还不是我的，你知道吗？这是借的啊！对，因为确实是现在这个因为这门艺术已经几乎失传了。哦，哎，所以我觉得就应该给它好好供起来就完了。凭什么呀？不是刚说要唱，怎么又供起来了？知道吗？这玉子它不好打，你看，哎，怎么样？哎，哎。不用鼓掌，您谁拿过来就会，知道吗？拿你也不能说这个拿过来就会，就这一哆嗦，这嘟这个一定得是喝凉酒，他才能帕金森，啊，
也就喝两杯才这样的、啊、多喝点就不这样了、啊、就没什么呀这个呀就稳当了、啊、哎，等于我是我们这个乐团的这个首席玉子手乐团的首席玉子手太平歌词首玉啊哎呦这次真不好说嗯首席玉子手啊要开始了吗开始了开始了哎呀我要早知这我们就吃三天素了啊对对没事、嗯、洗个澡听你这个听了一段相声已经可以听这个了好的好的好的、啊、心灵的洗礼、嗯、来来来啊、嗯、不会啊那我不会啊这叫观众好好倾听啊好的嗯昨日里阴天被水旱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阿林半儿子哎可以了什么叫可以你小的时候啊我哄你睡觉就拍着你唱这个玉蹦相争啊竹板书也有西河大鼓也有这个谈不到什么孤本吧这也不值一呱呱呀行行没关系爸爸没有关系啊还没看出来吗还是什么叫孝子啊朋友们我还得再讲一讲真的赶紧积累一下素材为什么说我孝顺呢啊今天这么大的演出现场嗯德云社十个剧场同时跨年是是是您作为啊我们的首领这等会儿我是在哪个部落请来的我是首领这是首席玉子手对我们爷俩这个身份您听见了吧对对对啊啊啊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头目还是也别头目不是头目是负责巡山的啊啊啊啊嗯反正就是您是那德云社的负责人负责人哎您是那最棒的哎也不能这么说对不对、嗯、儿子太长时间不回来了拍戏去了吗一直不回来说相声啊突然间闯入回来哟还得闯入、啊、哎呱唧一推北展大门夸踹开了穿上大褂是吧把于老师扒你一块叭叭叭一唱您不会尴尬不尴尬你说这个话我挺尴尬的哪儿你这我就尴尬了干不是哎呀这不给您留点面儿啊嘿啊好您是班主啊少班主给班主留面的吗不是我都没有想到我儿子想得周到、啊、我再给你买牙刷、啊、一个早上使一晚上使怎么着好吧省得让他们说不给你牙刷用啊买牙膏就可以买牙膏行行得配套配套好好好好是不是我所以我简单先唱一下、哦、我儿子这是诚心的哎先唱一个简单的不能让我面子上过不来呀、啊、哼、嗯、都没想到 哎好好好好儿子、啊、嗯我真的我会接下来这个可得难点了正经换一个你看看 来啊来啊这太好了请欣赏首席玉子手的手里拿个玉子哎对了首席不好说这好嘿这就跟刚才听出来不一样那是这就不一样对暖和过来了哎嘿来这个啊我说我但凡我右手会我就拿右手打了、啊、哎可以没事听这个啊来了你们不会了你们都听听我儿子竟是独门绝活、哎、嗯远莫江山论兴亡群雄聚义舞刀枪儿子你要干嘛你老伸手干什么这拦着这儿这段叫党亮是哎呦哎呦我爸爸知道这是党亮这段是我写的张云雷这么大的时候我教他太平歌词我给他写的全称叫康茂才党陈友谅简称叫党亮全世界都知道这个选的不恰当对不起你外地哗回来啪推开北展蹭穿大褂儿子你得来点那个别人没有的嗯我没想到我以为一说出来您这就震惊了你知道吗那你得选一个别人写的呀我写的我有什么震惊的你出去仨月我傻了是怎么着我以为您问我你也没提前告诉我呀、哎、你告诉我又是唱一党亮我就假装哦这太好了你也没跟我说呀完了我刚才那都是我脑补的那对对好我以为是真的呢啊哦嗨、嗯、我一进来所有人夸夸一跪哎对好家伙龙王大人回来了哎呀我以为
你这是回来接班来了。嗯嗯，也不怎么着急。给你你不要，人家黑粉净骂衔接回来啊。哼，没有没有没有，说咱说的不好。对对对，但是这段我会，您会？哎，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你看看，没有关系啊，我再来一个。你看看我儿子有绝的，我还有。哎，我儿子于谦教的他这段，您这断句啊，没断好，不能这么说。我是脑补了一下，嗯，我念来这个，嗯，这说出来您就不会了。你看看，听这个吧，我儿子露脸了，全世界。这压箱底儿了啊！哎呀，好家伙，压箱底儿了！好家伙，来吧！全世界没有人会，就我一个人会、哎、开箱子验货吧，儿子。就我一人，对，压箱底儿的，对，压我师傅箱底儿的。好家伙，给你师傅搁箱子里了啊！嗯，哎，啊、嗯，听着啊，来吧。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湾。奇花异草，四了几的清香。那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啊，您差不多了，您哎，我差不多了啊，差不多，您们也差不多了，都可以，您们差不多了，怎么样？这我得找于老师打架去。为什么呢？他跟我说这个全世界没有人会。有狗那年就有这个。真的，真的。前两年一分钱听七段还管饭。不白蛇传吗、哦、这您也会。儿子，这段是我唱红的。拜拜。哎呀，回来。你哪儿去你啊，好容易回来了。哎，您哎您也知道、啊、儿子好容易回来了。是是是是是。我这大老远我正在外地拍戏呢。啊啊。知道吗，火急火燎的。啊，那个谁，那副总罗云平刘国英、啊嗯、知道吗，呱呱给我打电话，赶紧吧，起来，快回来快回来。哎，儿子，你在外边拍的是动画片吗？啊。好家伙，不是不是卡通片啊，我是模仿这个栾云平的这个焦急状态。哦，哎，栾云平给我打电话，快快来吧，快来吧，快、啊、不行你爸，快不行，快来这孩子。好家伙啊，一会儿我下去就抽他俩人去啊。啊，知道吗，我这个赶紧火急火燎回来，就推开北展的门啊，晃一下子啊，哇，我就进来了。知道吗，下了飞机我就赶紧奔这儿。哎呀哎呀，好家伙，坐着风回来的啊。是不是是是是，我以为我说到这儿来对吧、啊、您说这个这个我在后台，我这个好长时间不演出了啊，我好不容易演一个，我肯定是是吧，您得对我，咱不能说百依百顺，那肯定不行。那我可以的，可以的、哎、也不用谢谢您啊。哎哎，好儿子啊，没必要啊，没必要啊。对，这个行了，不要，可以了、哎、可以了可以了啊，一会儿亲于老师。哎呦，齁脏的、嗯、不是，我什么意思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您多少、啊、您这回是不是得给我点面啊。哦，我这嗨，我儿子挑眼了，不是，你也没告诉我，关键你要摘一个真没有了，这《白蛇传》你观众都跟着唱，那我不好帮你作假，是吧？你看从我角度，我肯定我儿子最好，啊，不管是为人处事、台上台下方方面面，我儿子没毛病。那你唱这三段都有毛病，是吧，儿子？你这跟于老师学的全是毛病，是吧？不是，演成这段你刚唱，人底下都跟着张嘴唱了。不好弄这玩意儿。行，那这样，我最后再换一个。哦哦哦，再换一个。要是这个唱完，您还会？完了，实在抱歉了，爸爸。啊，实在抱歉了。怎么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不是，也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不要往黑粉嘴里递话题。嗯，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呀，就是对这舞台我就失了望了。哎呦，不至于。我就失望，太难受了、嗯嗯。真的，因为你说我也是从小在这舞台上长起来的。那错不了、啊。对不对？我第一次登台2007年，嗯，正式说相声2010年，可不嘛。到后来就是也发现本质不想干了。我先。也没有，也没有。你得好好说相声啊！我是为了什么呀？啊，为了给您这个开疆拓土。哦，哎，你说出去是吧？您这个拍个戏呀、啊，认识这些个导演、制片什么。可是你拍了这么些戏，他们也没找我拍戏来呀、啊。你这个开疆拓土没有成功，儿子。哎，那于老师怎么拿的影帝呢？你说他那是啊？我给他花钱买的。啊，是不是我这不还咱得需要时间吗？哦，还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行对吧？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我又回来跟您在一块演出，我是希望这舞台能给我提供一个。你得多说相声，因为以后德云社是你的啊。大伙儿做个见证啊，都做个见证啊！一会儿这个整个10个剧场同时播放这一段，滚动播放，你把它剪下来卖给自媒体，滚动播放，滚动播放啊，行。
这你得来一个那个，我先找张纸啊，干嘛要写下来？我给你打一条好不好？你把牙刷先退给我。不不，咱们老有牙刷。今儿这牙刷能上一热搜，我告诉你。不是不是，今儿都看别人热搜看惯了。不重要，别跟自己有关系。但是刚才这三段确实是大伙儿都知道，就是这意思呢。是是，我那意思，我再来一个，好不好？这个呢，确实也是先有人知的，先有人知的这么一段。我觉得他肯定多少得有点那个与众不同的。对，谁让我跳科目三的相声了？我考科目四，我给来一个。这个确实是，我跟你说，好，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得嘞，我就指我儿子露脸了，好吧？就这一回露脸，指露脸了。来嘞，你听听这心里啊，有意境的点儿。你看，好好，谢谢，谢谢大家，好，好，要不就算你唱完了得了。那不行，我儿子没有不对的地儿啊！哎，溺爱，不许溺爱、啊！我不能溺爱，不能溺爱啊！哎，你看我这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庄公闲游出趟，哎，我爸学那个微信那表情包，你不是不是，不是，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是，嘿，哎，这这，哎，开门。是不是这样能玩到天亮？哎，好，有意思啊！这个干嘛呀？我建议你换一个。怎么又换一个？这段叫《劝人方》，他们都可能都听过。您别这偷偷摸摸说，这都听见了。他们都听见了吗？是的，十个剧场都听见。没有你们这么不仁义的啊！啊，那这叫《劝人方》儿子。窄了，窄了。窄了，浅了，浅了，路走窄了，目光浅了。我唱了吗？我唱的那句了吗？不是，该怎么唱啊，爸爸这句？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呀、啊。哎，那是劝人方。对呀、啊，我这么唱了吗？我就庄公闲游，我说别的了吗？我儿子还没唱呢。没唱。切，嘿，跟你们那布衣是不一样啊。不一样。都不一样。心里有底，哎，你们庄公闲游出趟这么大哨子，来听着、啊、来，来，好，谢谢，谢谢，继承之战啊，这是啊，看我的能力啊，展示能力就是你的，哎、行了，哎呀，那庄公闲游对出趟。成，这，别喊出成西俩字来。哎，我儿子跟你们的不一样，儿子不一样啊。不，成尽量成南北角人。嘿，哪儿一个南北角就走了啊？不一样啊，不一样，也不能一句就完了吧，是吧？啊，这个好，好，我是没有想到啊，没想到我儿子这句词唱的是比原来那个原文那个高，对，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当然了，啊，词儿也好，状态腔儿都好，包括最后拿礼帽这个，虽说我没看见我儿子这礼帽吧，哈、啊，我觉得很好，儿子很礼貌，对对对，很有礼貌，哎，是否还能再给我们几句？你给我们几句，我们也听着。成南北角没劲了，怎么了？抬杠小能耐，对吗？我学这个呀，学这玩意儿还用抬杠啊？是不是？想偷师，想偷师。我偷师，我问你师娘就会了呀。不是那个偷师。哦，嗨。啊，不是偷吃，哎，偷师，偷师学艺吗？偷吃我师，不是偷，不是，行了，没庄公闲游。好，出趟南北角啊，成南北角，这个词儿俏皮，你知道吗？俏皮，俏皮，哎，只有我儿子这个智力能唱出这个词来。对，好，您别替我，你开心就好了。我紧张啊，好啊，我儿子怎么都对，好耶，来啊，哎呀，那庄公闲游出趟成南北角，俏皮，瞧见了。他人骑马哦，他你骑着猪来的吗？没有啊，没有。
绝对没有，没有，跟你那不一回事。屁！看，让你知道这是什么叫溺爱啊！哎，看我们这默契，那错不了，默契啊！保安给他弄出去，哎、连人带猪都弄出去，在外边牵着呢，这。对，来吧，郭骑猪。这是我骑猪了，麒麟啊！我啊，他小时候小名叫臭猪，嗯啊，多少年没喊了。来这么一句吧，哎，想起来一说猪，我想起来了，确实是。你们出去可别给我们传去啊！这就传出去了，那不要紧呢。郭汾阳还叫二狗呢，嗯，对。你就看我这学问，要不如我们哥俩呀，猪狗不如了。影射你师傅。哦，嗨，来吧，来。瞧瞧，瞧见了，瞧瞧，瞧见了。瞧见了，嗯，有一个老太太。怎么样，尊老敬老？我说了不算，你观众，你看看啊，好，好，哎，好，真的是，谢谢大家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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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后面再这么说，我再多唱两句。好啊，哎，我们欣赏欣赏。有一个老太太，你看这折子有意思啊，太太，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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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歪折子，哎，对，老太太怎么样？今年。60多岁啊，哦，岁数不是太大。他的丈夫21，这个老太太可是个要强的人。嗯，啊，21，嗯，21，行，还像《师娘传奇》，我看。啊，嗯嗯，那就剧情需要。哎，嗯，哎，21，好，你看在板上啊，在这一天，老太太。待在家里他就有点闷地哼啊，口语啊，闷地哼啊哼啊，一般人来不了这么好，就我们大人假声啊，假哼啊，好，要感冒来这句还好，哼啊哼，行了，给我说醒一下子得了啊，闷地哼啊，嗯，他要出去溜达溜达，嗯嗯嗯嗯，牙叉折的，嗯，哎，牙刷折，不是牙刷，牙刷，给你买了，啊，好好，别正经了。不是老舅，我老怕您忘了，我忘不了儿子，啊，你放心吧。哎，嗯，老太太出了门，哎，走到街上，搭了汽车。儿子，这句不好捧。嗯，好，我想不出来怎么鼓励了。还有溺爱我的观众朋友们，嗯，没事，好好，哎。嗯，好，哎，嘿，哎，看见吗？这送的花点儿，嘿，哎呀，这是在酒吧学的，嗯，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哎呀，哎，哎呦，我，行，好好好，好，爷，哎，别爷，啊啊，好，来啊，嗯，闷的，好，又回来，哼啊，哼啊，溜达，打车，打车了，已经，打车，打车，已经打了汽车，哎，好，打了车，他要去哪儿呢？口语化，去哪儿呢？哎，对对，平时语言。哎，对。那去哪儿呢？他要到啊，西直门北展剧场听相声。应时当令的词儿，这都是，哎，嗯嗯嗯，不是瞎编呐。嗯嗯，听说今天德云社他们。头不是，其实可以不打着板唱，真的。哦，你就这么说，就我也爱听。嗯，不，那不是太平歌词，确实还是一板一眼。哦，首席玉子手。对对，手玉，主要看我这个，对对啊。嗯，他要听相声。嗯，进了屋，脱了棉袄。对，后来可能有穿。这对是跟谁说呢？这是啊。有人问的是怎么着？对啊，没人问，因为我想他脱棉袄，哦，脱棉袄，脱棉袄，老太太做的对，对，老太太脱棉袄，对，做的对，因为有家序家意，这对，对对对对，评书是一样的，那错不了，光听故事有什么劲？对呀，哎，有我的观点，嗯嗯，哎，还唱不唱了？没事没事没事，嗯嗯嗯，这属于打破第四堵墙，是是是是，穿那个就是脱了棉袄，棉袄，哎，这个字用的巧，袄，一般都说袄，哎，那个垮，他为了找那劲儿，哎，袄袄，脱了棉袄。凹，哎，嘿，好，哎，后面那凹其实是一个像拟声，是一个那个就是口边，啊，不用解释，我儿子什么都是对的，对对对，嗯，哦哦，对对对对，嗯，脱了面凹，
听相声啊，听相声。头一个烧饼曹鹤阳，头一段。二一个郭老师，哎，何玉枪。哎哎，我儿子这记性，哎，看见了吗？为了找那折，那错不了。玉枪囊。哎呀，啊，他跟棉袄是一个折的。对，哎，嗯，完了三一个。杨九郎，对，还有何九花，哎嘿，对，他俩哎，嗯，说的好，挺好的，反正是。这句你应该拍拍良心说的。已经已经让他们俩吃了，已经。哎啊，然后就是哎，郭麒麟，你看看那个太平歌词啊，啊，唱的真好呀，哎啊，哎，好，你好，哎呀，谢谢观众的共鸣啊，嗯，共鸣，共鸣，嗯。嗯，又有折又有韵，嘿，还有板安安，哎，艺术的创作允许虚构，哎，嗯，来源于生活嘛，那是那是，太高了，听完了也就累了，那可不问，其实打刚才我就累了，真的，哦，累了，嗯，也就是你就完了，哎，别人我早走了，嗯，回家了，回家了，哎，嗯，回家一看爱人不在家，这说那老太太那家里头，哎，对对，老太太、嗯，穿棉袄那个，穿棉袄你还记得吗？刚才那记得记得，都记得，打了个车，哎，打了个车，知道，对对对，嗯，哎，回到了家，回到家，哎，上隔壁王大爷屋里坐会儿去吧。那老太太做事不检点了啊。嗯，两人看电视，哎，笑哈哈，高兴啊，哎。老头坐不住，上厕所，岁数大了啊，尿了泡尿，哦，好，不用说这么细致，哎，嗯，哈哈笑，开心呢，为什么笑？为什么笑呢？尿到裤子上面了，老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尿完了，哦，然后完了。老爷，哎呀，不来这，这是什么意思？刚才这个，这就是最最最崇高的境界哦，太好了！我以为拿着牙刷跟你们炫耀呢，那不能牙膏甩一脸呢？哦，不行，这个这唱的确实是有意思，行不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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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你要看这个词儿的，哎，它得比汾河湾喝的多，要不然他不能唱成这样，儿子。这什么？这像话吗？不是你，我这表演啊，就演绎这个呀？啊。这不是，这就我唱这么好，不能继承德云社，我唱这个啊。OK， 你继承德云社跟这个没有关系 啊， 啊。我就想问一下，这段你很爱吗？爱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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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爱了。哎呀，哎呀，那太好了、啊。今天是个好机会，你把刚才这段啊一字不差再来一遍行吗？你看，观众们也很喜欢。我儿子高兴了啊，孩子累了啊，稍微歇一会儿。是是是是，来一遍。好，这是个创作型的曲，没问题啊，来说来就来。好，你看看，这毕竟他我是那个手拿把钻嘛，那错不了。对对对对，因为这跟我师傅一天天学。是是是，为这段这太平间6年没出来。行了，好家伙，再冻着你啊，你们得买个棉袄。哎哎袄，嗯，来了啊，哎，嗯嗯，咱商量好，我那个牙刷要电动的。都是，你放心吧，哎，嗯。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一字儿不差，这倒背如流，那错不了。瞧见了岳云鹏啊，今天啊，他在外边，哎，儿子儿子，然后紧接着，这不能大差离格，啊。怎么？刚才还是老太太呢，怎么这会儿改了岳云鹏了呀？您说跟刚才那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就对了。怎么呢？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就这个呀。